圣诞新年瑞雪飘，华灯初上喜眉梢，吹拉弹唱网络剧，欢歌笑语乐逍遥。会员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国内的会员朋友们上午好。温哥华老年协会波乐比分会2022年欢庆圣诞喜迎元旦新年联欢会已经开播2天了，前面2场盛况空前的演出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欢乐，今天是3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。俗话说得好，好戏在后头，今晚的节目会更精彩。我是今晚上半场节目主持人李雅丽，愿今晚的演出带给你愉快的视听盛宴，请欣赏